这里有非常对，一定要肯定要今晚对。哎，不知道他们就往山上走了哈。那他们开车，开车顶多也只能开到这边哦，因为他那边就有一个栅栏拦起来哈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这边有一个秘境之南哈。那这里呢，它其实就因为这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啦哈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程，我们把它命名为秘境之旅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慈湖的最南端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从下车走到这里，还走不到1公里哦，哈，大概走920公尺，哈，920公尺。好，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那待会我们怎么走呢？我们呢，刚刚通常有牌子的，那个就是冬天了，右脚，就是冬天。哦，那其实因为是阿兵哥养的，所以我们跟他也是一直互动。我们沿路走来哈，其实我们这边算是一个比较难的，因为老先生他在台湾来，所以他们一个记者在香港，叫国光计划，国光计划，那他在那里呢训练了207名的军人，每天都训练要怎么样？我们他选择在后湖。这个地方非常的隐秘，好，它怎样可以易守难攻？那攻进来呢？没那么简单，好，它这边如果说真的战争也发生，那它就是要在这边战争，好，所以才会有那五个办公室，但是那五个办公室绝对不可能。
Thank you.
出现了。刚刚在那边你没看到我？哎，没有，我也没注意到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说，我们520。好，那夫人也很喜欢。很漂亮哦，哈，哎，我刚看的分别蓝哈，就是这个哈，就是这个。就是有一个中队这样，对吗？中队，好，那刚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亲戚来了吧，好，既然来了哈，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就是夫人的特点，啊，你看，夫人她一个女孩子家，那你夫家听得到吗？那你大声一点，没办法，好来，我们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自己出去，啊，不行不行，还有一个关，还有一关，还有一关，好，我在那个关口等你，对对对对，好。
倒着走就对了。
在后面。五位嘛哈。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脚程比较快，他们走路比较慢，我反而不舒服。哦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Mm-hmm.